今天准备出发去南横，我的打算是从南横骑过去，然后东部再从东部骑中横回来，这样绕一圈。那我们就装备都带了，那出发吧。十八罗汉山。我们现在在里观，天池垭口这样子，瀑布。长青池，这里的树都是粗啊。来这边也看不少瀑布哎。管制的时间，现在我到向阳了，我从梅山口过来的。这个下面应该有野溪温泉，看，哇，还冒烟。一路骑就有这种瀑布可以看。我骑到这边已经407了，已经快六点了。我骑到那个露营区了，可是人太多了。我今天骑到了那个泰
鲁阁的河流露营区，可是人太多了哦，好多了。我等一下看晚一点吧，因为我顺便要顺便下去加油。走的时候就想说顺便下去加油，不然哦，我的车明天过不了中横，有可能会没有油，太冒险。我刚上的时候本来要加油，可是最下面的那间加油站它只到五点就关了，我到的时候刚好5:08。早上啊，我五点就起来了，因为怕担心管制哨，他是7:00到8:00开，我怕从那边开骑过去啊，1.5小时来不及。那现在是5:30，那我们昨天骑了3435.3公里，我们把它归零。昨天晚上有稍微下，所以说那个帐篷啊都湿掉了，还好起来收的时候没有下。等一下上山啊，要准备走了。哇，骑到这里了。等一下要往这里去。风好大，其实骑过
2000多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冷，到这边3700了。到家了，今天也骑了419。